2008年6月6号，在加拿大，我是 Beth Allen， 欢迎来到免费帮。首先，还记得以前有 Net Zero 的日子吗？我们只需要上网看看广告，网络的费用就可以全部免掉了。现在可能那些日子又将回来了，因为目前 FCC 正考虑对25兆赫的一部分波段进行有条件的，也就是免费的拍卖。这就意味着那个竞标成功的公司就必须免费的提供高速的网络服务。不过最终我们要等到12号 FCC 投票通过之后才能得到消息。而且这个想法来得正好，因为时代华纳电信刚刚决定开始计算网络流量，它将对超过用量的用户收取每 GB 1美元的费用。听起来好像不多，但是如果你经常在网上看视频的话，可能就会超得很快。目前它只在德克萨斯州才进行测试，不过预计在几年之内，这个非常无聊的政策将对所有的用户才生效。这个政策执行之后，一个可能让你抓狂的软件可能就是微软的荧光了。这个 Flash 的替代品可以让你用比 BT 下载更短的时间去观看流媒体和玩游戏。另外，这款程序支持 Ruby on Rails， 后者是一种可以让网络程序开发简单化的编程语言，可这未必是更牛，比如 Twitter。 接下来，最近网络营销行业里面出现了很多新推出的产品，而本周我的哥们 Maya Fisami 将要推出一款超牛的报告，并介绍他在一个5000美元的工作室里面产生的脑图理论。顺便说一下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网络营销大师，完全免费，所以点击链接去看一下吧。最近 Firefox 也加入到了推出新产品的行列，马上就要推出的火狐3浏览器希望能够成为在一天之内下载次数最多的软件，而且他们将要宣布火狐3即将发行的日期，而我只希望我那天提到过的 GTD 首件项不要因此而挂掉，但愿如此吧。今天最后，我们带给你史上最酷的网页版程序，无论是在火狐、IE 或 Safari 当中，都可以运行这款 Google Shell， 也就是 Goose。 这个 Unique 风格的命令行界面来自于 Stephen Groskopf， 只要你输入关键字， Goose 就会实时返回 Google 的搜索结果，其实没有什么用，只是我觉得很搞笑而已。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看到一个 DOS 版的百度。这就是本周所有的免费帮报告了，祝你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见。想在2.0分钟内了解 Web 2.0的每日新闻吗？欢迎访问 freelinereport.com。